搁到，哎，为什么不用啊？这现在不让打猎，不打了。那不让打，是不是有来个意见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有啥意见？那可没有，没有意见，哎。吉林这么大的面积，这个山区比较多，很多老百姓都有打猎的习惯。如果采取这个禁猎，把他的枪给封起来，老百姓会不会有意见？这个在一些山区的部分群众当中，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。祝你们所有的人好运气。蛋蛋，蛋蛋，你怎么又耍小孩子脾气啊？你这么好的条件，将来你要后悔的。奶奶，您怎么了？奶奶累了，歇会儿。拜拜。哎，小姐，能帮个忙把信投一下吗？生日卡啊，给女朋友的。我还没女朋友呢，给老师的。哎，小姐，能送你一束花吗？谢谢。所以呢，如果女选手在练习正手弧线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出手的角度。我们讲过，大拇指呢，正手弧线球呢是在出手的时候是在10点钟，中指和无名指呢在4至5点钟。所以一定要女选手练习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这点。再有一个，这个反旋转球的站位呢，与其他打法呢，在计算板数上呢，基本。本次大运会的足球比赛于大运会开幕的头一天就拉开了战幕。代表中国队出战的中青队首战尼日利亚队，但是由于对手的意外缺席而不战而胜，只是辛苦了远道而来的球迷们。这场球是你输的，这次是。行，我打电话了。我也打电话了。他想踢，到了5:16，他也没权利踢了。对，我还是来。虽然对手缺席，比赛无法进行了，但是中青队仍然在主教练孙成耀的带领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训练。毕竟小组赛中的另外两个对手英国队和墨西哥队并非鱼腩之师，之后的两场比赛将证明这一点。8月23号，当中青队终于出现在期盼已久的球迷们面前的时候，迎接他们的仍然是